好，玉里正明代表第一选区，总共有12人来参选，将选出7席。那么其中参选人张益明原本就在政工所担任秘书，这次转战参选正明代表，他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说明政见，希望让玉里能够更和谐，更加进步。玉里正明代表第一选区总共有12人参选，将选出7席。其中候选人张益明原本就在政工所担任秘书，这次转战参选正代表。他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说明政见，希望让玉里能够更和谐、更进步。拼玉里的新建设，用新思维来做事情。然后也这里益明也可以跟大家诉说，我当选后也会监督玉里镇的弱势团体、新住民及我们的新生儿及我们玉里的闲置土地再利用，这些等我们都会强力监督，我们也会跟公所配合的良好优良的建设，我们会让玉里发壮起来，希望镇民给我一个机会。这次玉里镇代表选举总共有21人要角逐11席。首次参选的张益明说，接下来玉里镇要面对的是918地震后灾后复建工程、受灾户灾损复原工作，以及灾后观光复兴计划，都有赖公所代表会的配合，携手证明重建复原，让玉里持续发光发热。他再一次的恳托玉里镇民给他一个服务民众的机会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